两岸协议监督条例重不重要？执政党派一个人出来辩论，生效哎、欸！说我加葱，你们连菜都不敢端出来，敢说我加葱，你不会觉得丢脸吗？啊，他是来反串的、哦、啊！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Hello， 各位网友，大家晚安。又到了我们每个礼拜，等一下，我忘了把我的手机关掉，没关系，我们从头再来。Hello， 各位网友，大家晚安。我刚稍微看了一下各位网友的留言，针对本团队在这个直播的封面上面所做的片面不实的广告，我先诚恳的跟大家说声抱歉。他们说不点名，这是真的；不考试，这也是真的；不收作业，这也是真的。最近不知道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得罪了作图的小编，他竟然给我写一个不下课。好，我郑重的跟大家宣布，今天一定会下课，因为明天是2月14号。那我以我过来人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你如果有另外一半忘记了2月14号是什么日子的话，你的人生顿时有可能由彩色变成黑白的。今天晚上我们虽然还是继续的跟大家复习我们上礼拜没有处理完的事情，但是我可以跟大家保证，这礼拜我们整个上课的风格会回来这个节目的本性，不会有咆哮，绝对不会。那至于说大家心里面有什么感受，是遗憾，是愤怒，还是觉得有一点淡淡的忧愁，都没有关系，我们必须要诚实的面对过去，才能够有智慧的思考未来。上一次我记得敲碗敲的最多的是那个宗教团体法，是吗？宗教团体法我也可以直接跟大家讲，不管是蓝的当政还是绿的当政都不会处理。上一届国会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说既然修了财团法人法，那有很多宗教它是用财团法人啊，而且它那个财团法人掌握的财产是很可怕的，譬如说袁宽恒那个时候在选举的时候，他跟那个严清标的正南宫嘛，那个时候金流不透明啊，有好几亿还是好几十亿啊，在那边乱搞，在选举的时候会成为被批判的标的。那我倒不是说这样子的监督跟批评没有道理，而是说那你要不然那你就过法律嘛。我早就说了，这个是要规范的啊，我们讲话要负责任。我先带大家看来，2018年3月28号的时候，财团法人法第一次排审。台湾跟你号称民主国家啊，怎么变成共产国家了？民间的看得到的财产弄死这进入进入的民进党的啊。今天老柯捐给我10块钱，不能说一年后说不会歪成10块，今天变18块，你要眼花，没有这样子的啦。各位，捐赠财团法人，这里的捐赠不是投资啊，要对财团法人做进一步的监督，财务透明化公开化，没有人反对，但是不应该假借监督之名行使掠夺私产、掠夺民产之实。很多变成私人控制的财团法人跟中国国民党都有一些关系啦，所以国民党那时候就在闹说要过这个财团法人法，财务透明要监督，这个他们都同意，但是这个是强夺民产。我老实跟大家讲，根本在胡说八道，大家就看财团法人法过了以后到底有什么民产被强夺了啊。聊天室一直在刷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是什么？嘎啦嘎啦。好啦好啦，没有关系哦，这个人讲的话不是那么重要。来，我们继续往后看一下，可以直接把它跳过吗？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性质的财团法人该不该被监督？财务该不该公开？为什么我们没有勇气去完成这个应该要完成的立法？你们内政部如果觉得这个应该要定在宗教团体法，你们就把宗教团体法送进来，否则你们就应该被谴责，因为你们的怠惰。所以今天我们在处理财团法人法的时候，要去处理宗教性质的财团法人，内政部要跟我们道歉了。段委员讲的，我老实说一点都没有错。宗教团体法内政部为什么不送来？那你财团法人法里面要求宗教财团法人跟其他财团法人一样，必须要受到财团法人法的规管，财务要公开透明，要受到监督，这些讲的通通都没有错啊。最后我们上个会期的财团法人法有没有把宗教财团法人放进去？我直接跟大家报告结果，答案是没有。我们直接看财团法人法在院会表决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从这边做起，监督管理，另以法律定之，予以完全立法前，适用本法及其他法律之规定。且向宗教财团法人、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亲民党党团共同提案，在修正动议第75条。大家有没有听到？三个党团共同提案呢？大家过去这几年什么时候看到立法院这样皇城一片和谐啊？他们为什么要共同提案？没有人要负责任嘛，分担政治责任嘛。来来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说现在在表决的到底是什么东东。那个时候呢，我签的这个再修正动议就是说，你说宗教财团法的你要另外定法律，好啊，你要另外定法律，你又要推给宗教团体法，那就完成立法以前就用财团法人法来规范了。那完成立法了以后
好，你要回到宗教团体法，我没意见。啊，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亲民党党团是要什么？好，于完成立法前适用民法及其他法律的规范。你完成立法前适用民法的规定就是什么？就是没有要他接受财团法人法里面那些针对财团法人的要求嘛。讲白的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我为什么说刚刚那个时间很重要？因为大家什么时候看到民进党党团跟国民党党团都会一起提案？对啊，蓝绿一家亲啊，这么伟大的历史时刻，我们怎么可以不把它记录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往后看。那我们认为说宗教团体有它的特殊性，所以我们主张应该宗教团体未来包括它的组织、包括它的成立、包括它的权利义务，都应该有一个专法详细的把它规范清楚。但是在财团法人法这次的修正里面，我们认为说宗教团体的部分我们暂时把它排除，回归民法或者其他法律的规范。所以我们在这里75条，民进党主张我们排除宗教团体的适用。那我们也很谢谢包括国民党还有包括亲民党共同联署了这个，所以我们排除宗教团体的适用，回归民法跟其他法律的适用。哦，这个是2018年哦，现在2023年了，那我就问一个，宗教团体法在哪里？来，再看下一位上来讲话的人。宗教劝人为善，每一个人应该享有宗教的自由，这件事情跟要求宗教财团法人跟其他的财团法人一样，都并入财团法人法的规范，必须要遵循最基本的财团法人运作的规则，财务公开透明的管制，这一点到底跟宗教自由何干？那你们发现我那时候这个整个眼圈是黑的，真的，下面这里黑的不得了。你看我那时候为国为民，把自己抄成这个样子。你说我赞不赞成郑南宫然后严宽恒跟他爸对郑南宫那种财务的处理方式？我当然不赞成啊！我不赞成，我能够做什么？我当然就推动修法，财务公开透明啊，要给信徒一个交代啊！那这不是在正本清源之道吗？另外一个，我说过，从野草莓运动结束了以后，另外一个在318以前，还有一个大的公民运动，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时候要反媒体垄断。那个时候，当然最主要的对象是旺旺忠实嘛，媒体巨兽又要在收购有线电视，那时候推动的法律是要建立一个规范的架构，反跨媒体垄断修正案支持。你有没有看到他手这么大？在这里向大家报告，民进党所提出的反跨媒体垄断修正案已经通过立法院程序委员会进入修法程序了。好，我们要呼吁国民党不要再阻挡，共同捍卫可贵的言论自由。这个是苏贞昌在2012年年底的时候的发文。大家真的这时候看不会觉得很可笑吗？好，那到民进党上任的时候如何呢？好。教组的组长上场了。当初一样，在这个委员会，包括你在内，所有的 NCC 委员都跟我承诺，反媒体垄断法全部支持。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承诺过什么时候法案要提到立法院来？第9届第3会期结束前提出。请问一下，詹主委，现在是第几会期？现在是第7会期，对。你有没有违反你的承诺？你在这边跟我做了政治承诺，骗到了我的票，让我投同意票。当你违反你的承诺的时候，我不能追究你的政治责任吗？我在质询他的时候，我为什么会那么生气？那已经是2019年3月，任期都快结束了。现在是几年？现在是2023年。OK， 相同的例子还有，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时候318学运的时候，最重要的诉求是什么？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立场很明确，我们会把两岸监督条例在下一个新的国会列为优先法案。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那他也跟大家承诺啊，要订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啊。这个是在总统大选电视辩论讲的，总不会是胡烂吧？他们的立场很明确啊。新的立法院这个就是优先法案啊。优先在哪里？变脸的速度之快。来来来，我然后再大家看另外一个。三民中招委在这时候看，形势大有可为，可以见众他杀人，制造矛盾，完全不顾国家现在的整个策略立场是怎么样。这转移现在我们正在最重要。我跟你讲，我在这里很清楚讲一件事情，监督条例绝对不是宪法台湾最最重要。最经济的方案，我们要怎么样连续改革啊？我其实就是要让大家听这句话。其实我那时候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了。监督条例不是台湾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法案，所以你不处理嘛，就拿中国国民党出来救援啦。现在已经2023年，你难不成2024年的时候你要再喊一个口号，只要投给民进党就不需要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因为只要是我民进党主政所有都在我运筹帷幄当中，要法律监督干嘛？交给我处理就好。台湾还是法治国家吗？当初在2014年2015年的时候，公民社会要监督，国会要监督，要透明，这些最基本的价值其实不管谁主政都是一样，结果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到现在一样都没有啊！我有说错吗？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当初的承诺油盐在耳，实际的进度根本看不到，大家被逼着什么？被逼着是说好配合你们现在陆委会的脚步，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先放着，把我们回来放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处理政治性的协议。但是我还是要跟主委讲啊，是这个跟当初的承诺，跟当初我们计划要处理问题的范围差太多了，你不觉得吗？
是情势有些变迁了，跟委员什么叫情势有些变迁？如果二零一七年在这个委员会大家就认真的审法案，可能早就通过了、啊，不是吗？结果大家知道吗？二零一九年哦，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我希望可以把它放到院会去，你要把它排入议程，才有被讨论，才有通过的可能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总共十四次，全部被封杀。你看陈明通那时候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那什么嘴脸？各位网友，刚我跟陈明通询答那个过程，大家会觉得这是冤案吗？啊，老天鹅说一定是冤案，真的还假的？老天鹅，你说这个一定是冤案，我就听不下去。咆哮仓不要再加充，反渗透法融入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哦、拜托、哦、两岸协议监督条例重不重要？执政党派一个人出来辩论，真笑耶，说我加充，你们连菜都不敢端出来，敢说我加充，你不会觉得丢脸吗？啊、他是来反串的、哦、这礼拜我们整个上课的风格、哦、会回来这个节目的本性，不会有咆哮、啊、好好，我们非常在意的了，就是吹哨者保护法。2017年、哦、司改国事会议就说要定尽速推动揭弊者保护法，这是2017年3月，现在已经要2023年的2月了，总共快6年。揭弊者保护法的进度，我跟大家讲，到新的国会2020年以后，行政院的版本还没有生出来，就是没有要推了。吹哨者保护的事情，整个台湾社会都很关心。对，法务部一直跟大家说，非常积极的在演你。对，演你到今天、嗯，连法案都没有送来立法院。嗯、我提的公益揭弊保护法、嗯，提到立法院来、嗯，已经快一年了，完全没有办法有机会被排案审查。理由很简单，嗯、大家都在等法务部、嗯。你们行政院送来的越慢、嗯，这件事情就越晚处理。是，结果台湾社会现在有的吹哨者一个一个，现在正在被迫害。部长可不可以承诺尽速办理，跟赖院长讲？好，所以呢，下一个会期，哦，我们说过了，接下来要开议，二月到五月的这个会期是法案的会期，那大家就拭目以待嘛，看我们的行政院什么时候要把揭弊者法案送到立法院去审议。他们不送来以前，立法院是不会审的啦。我老实讲啊，他们送来以后，立法院会审的几率也很低啦，因为掌握权力啊，掌握权力干了一堆鸟事，过了揭弊者保护法，那还得了？网友提问：我的日文为什么那么好？哇，你讲这个我就打不开戏了。我的日文一点都不好。那稍微讲古仪一下，留学生活经验谈。我那个时候决定要到日本去研究日本1998年的民事诉讼法怎么样引进 Discovery， 中文叫做市政开示制度。那时候去日本做研究怎么办？就学日文啦、啊。所以我那时候1999年在美国念博士班的时候，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听日文录音带学日文。然后到2000年的时候到日本去东京大学做了一年的研究。所以你说我日文好，其实我日文不好，但我就在我时间许可的能力范围之内尽量的去学。但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去看那些日本的法学文章啊等等，那个都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明天会跟师母过情人节吗？啊，你问这个问题就外行。对我来讲每天都是情人节、哦、所以你就不会有过情人节的问题。好自私的，大家好敷衍，哪里有敷衍啊，我就充满诚意的讲这句话。最后、哦、提醒求生意志旺盛的各位同学、哦、不要忘记了明天是2月14号，还没有找到自己另外一半的也不用太难过、哦、明天晚上可以再把今天的直播重看一次，看看可不可以感受到温暖。然后也祝福全天下的有情人、哦、情人节快乐。好，非常感谢今天晚上大家的收看，我们下礼拜一准时见，拜拜。